吧？不可思议耶！GT 没有这种感觉，GT 就是一个很顺畅，在原地转的时候真的好像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大家应该知道我前没多久收到了一个很棒的礼物，DFGT 的方向盘。为了要让它能够在 PS4 上面使用，我把之前拿存来买方向盘的钱拿来买了这个。喝麦，为什么我觉得上面的字是反的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喝麦是一个很多功能的东西，它可以连发、压枪，然后自动做一些动作，在一些游戏中它的争议还蛮高的。不过那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今天重点是要透过它把我们的方向盘连接到 PS4 上面。啊，他们没有交代，我想说怎么没有找到交代？好，打开了。啊，猴子被我折烂了！打开它就是一个 USB 的大小，很小一个。这里应该是它显示状态的面板，其他我也不晓得。我看这里面还有什么。哦，有一条 USB 线，有一条 USB 线，孔是插在这里的。啊，这会不会是要用来烧录的地方啊？连接 PC 的，先看说明书，不要自己乱猜。怎么我觉得都是英文嘞？闪瞎我的眼呐！都是英文，看到没有？根本看不懂啊！哎，我们去他的那个官网好了。哎，这边官网上面说，纸盒包装打开之后会有一个 USB 大小的刻麦。然后，首先要先使用官方 PC 用软体，这个什么 Pro 的，好，我把它下载一下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安装，怎么跟它这边的图有点不一样？它没有问我语言就直接开始，完全不一样啊！好了，不管看起来就是下一步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我就下一步吧。OK，完成了，再来打开吗？哦，他跟我说了，我可以更新，我更新一下。一边更新，我们一边看。它下面好像就是教大家怎么用这个脚本，太复杂了啦！虽然我以前有写过程式，但现在实在没有想要动脑去想这个。哎，它可以检视手把讯息耶，可惜它不是图形界面。它要是是图形界面，我就可以录我。我的手把在做什么了？没了，没了，有没有怎么连接我的方向盘的教学啊？搜寻一下，方向盘。哎呀，这个搜寻怎么好像都找不到东西嘞？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他的讨论，但是我忘了怎么操作了。我现在把它这样接起来，
关心啊，刚刚那个英文的终于有中文了。这个输出端 PC 接口，耶、yeah, ，我猜对了，耶、yeah. ，reset 键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 reset 键，大家看一下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哎，我懂了。reset 键，输入端，对焦，好，输入端，好，这个是切换键。大概就这样子吧，功能就这样。啊，我现在已经安装好了。第三步是把侧面的 USB 插到电脑。咻 ，USB 装置无法辨识，这样是正常的吗？啊，有了有了，成功成功。好，这边有，怎么样变成方向盘模式？Tool 里面的这个模式，选择 PS4 方向盘，最新版本 1.24 版。好，下一步，download 完成应该就可以了。OK， download 完成。哎，错误。错误，不一样，我这边是 error。哎呀呀，我刚刚就是漏了这个啦。系统管理员身份执行很重要，呵呵，我刚刚就是漏了这个，来再试一次。模式 ，PS4 方向盘模式。OK， 太好了，准备一个 USB 的 hub， 我要先准备好。参照客麦非 PS4 手把要连接 PS4 主机的方式，上面还有号码，所以不会接错。USB port 1是接方向盘 ，port 4是接手把。好，我们先把客麦从电脑上面拔下来。哎呦，哎，拔下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那个八字形了，它就洗掉了。因为它的线没有那么长，可以让我拿到镜头前面。接下来把这个接上去，手把，然后接到手把是几号？手把是四号，有点紧。然后咧，方向盘的 USB 先接在1号，感觉线好多哦。方向盘的 USB 线，哦，有点难接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再把客麦插上主机即可。我的主机在下面，大家一样看不到。哇，我被困住了，我的麦克风的线跟这个困在一起。客麦插上去之后，它就变成零。可以了耶，可以了耶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能不能玩咯。哦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
脚下的线有点碍事，让我直接把线拉过去了。等等再整理。选单都很顺利可以动。等等，我应该先去看一下设定，它有没有侦测到我现在是用方向盘？哎，有哎 ，G29。有侦测到，好，然后来开了。这是我们下一次比赛要比的赛道，迈拉伦 MP4-12C 在 Monza 的1966。这个 Junior Course 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国中生赛道，应该不是这样翻吧？国中生赛道。好了，我们跑跑看。空空的，哇哦，这感觉也太棒了吧！不可思议耶 ，GT 没有这种感觉 ，GT 就是一个很顺畅，在原地转的时候真的好像哦，真的好像哦。有一种先轻松，然后轮胎阻力才来的感觉。哎，这好厉害！哇，这力量怎么那么大？太重了吧！前面那个是手把的我，哇呀，要打滑了，打滑了，看起来要转多一点，我转的太少了。压到草，稳住，拜托。我觉得可以耶，我觉得很有机会。哇，重心做太多，重心。